家好，我是阿如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玲。我两个过来啊，耶！赶快邀请到的是正统外汇中破塞阿玲塞，阿玲塞你好。阿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天好好包给姐，今天要做的是我爱吃的料理。可是呢，这行才做几款，好你有。啊，你都知道，给你有啊，做食快，大家嘛做爱食，可是很少有。其实这样才会，人讲的算下酒的圣品。对，食七头嘛，盖赞啊。后壁有诶，边啊一定。一定有诶，而且我来去海山打虾米嘛，一定叫这行诶。对对对。虾米物件恁敢收着啊？炒西虾耶！大家都在打包啊，你煮到大家爱吃哈。好啊，炒西虾准备什么款的食材呢？首先，那边准备的是咱西虾。主角就是你。对对对。今麦我靠拢用盆的，我外口点炒西虾，结果拢唔西虾，拢变那泰国虾。也很泰国虾。对啊。你今麦西虾较少。嗯，真的。所以咱今麦家己款的嘛，家己煮嘛，对不？一旦食到中破塞的料理啦哈，好，西虾。再来咱的肠啊。肠啊。然后辣椒、辣椒、蒜末、蒜末，对对对。我再来，调料部分是盐藤、盐藤，然后好米酒、米酒、胡椒粉、胡椒粉，最后一个你要看嘛？醋，对。我皮。其实这个调料哦，很特别呢。这个调料，咱讲是咱讲的做，对啊，西虾啦，或是讲做人的一挂炒丁香有无？不能说的秘密给谁？啊，你真正不爱讲吗？啊，恁乡亲要哪款？无啦啦，因不能说，嘿，啊，我底下咱讲，我一定说。哎呀，水啦，无得要讲你恶劣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来，这是什么物件？这个是梅林辣酱油。哎呦，梅林辣酱油。是的，我那介绍。是啊，好特别哦。其实介绍应该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来梅林辣酱油，我算导游类的对啊。对，这算是介特别调味料。一瓶啊，很特别。对对对，咱啊，比如煮咸酥的物件，咱那个淡一点嘛，哦，伊气味会当提味。Happy， 然后好。对啊，拼起来我这边导游味，还有中药味，蛮香的。对对对，好，阿兰今晚赶紧来处理啊。嗯，首先把那呢肠啊，是，那切葱花是肠啊，好。切肠啊花，好好切肠啊花。有的是讲叫肠啊煮啊，是，有啦，肠啊煮啊好，肠啊花啊好，就先甲剁碎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切到一堆一堆一堆，细细细细，刚刚，是。再来辣椒，是，我那嘛切幼鱼啊那个。哎，其实安尼规盘炒完吼，像有时候我拢专工的这肠啊花啊，嘿，哦，就是那个调味料芝麻加香啊，对，也很香。汤味炒出来的话，嗯哼，这可能解汤啊。嗯，我来请问咱辣椒这段油油，是，我能加蒜头的这位哥好，好，好，再加蒜头这位炒，好，哇，你炒干咪解咸哈？没，好，你保证哦。你也爱这应该是没啊。哦，我爱金来哈，好，再来，咱起油锅，起油锅，点两款先加油用的东西。咱进这西虾油一定要特别的，好，伊较正，较酥，较香。对对对，跟你讲，油温无够，其实浸袂起来，迄个香味浸袂起来。是。好啦，咱现在可以吃那个翅。哦，这样油温就是够了。对对对，好高哈。来，咚幺幺，咚幺幺，咚咚咚。阿林三有练过，阿如没练过，稍微当往后退。好，咱即马油热度一定要有够，吼，然后一定要够。如果钱的话，一定油温也无够，可能赶快咱锅盖二次回炸都可以，嘿，都可以。温度若无够，就是第一撇步是锅盖，你不要这个坑倒落啦。还记得咱这西虾咧煎的时阵，煎起来可油温有够，煎起来可好，卖煎过伤过久，伤过久也变完全内底拢煎个打啊打。好。我来，咱先个先个去勾起来，单单油温哦，
都回到迄个油温。迄个关刀时阵，对对对，再看美景。所以咱插来较袂遐好食，哎、嗯，所以蛋姐才好意思。等油温好，搁关起来，回到它后，咱拄啊要煎迄个温度。好，好，即马等温度回温哈。我先甲换头油温，油煎落咧肉紧啦。是。哎，啊，你主要个时间莫煎伤过久。好。哎，咱煎起来搁好，表面酥酥安尼就使啦。好。再来，同款。来。等咱的油温搁回升倒上来了后再次下锅，搁一遍互伊累煎吼，煎互伊卤啦。所以一般咱咧看人讲奇怪，人的起虾我都煎到卤卤脆脆，正芳。啊，像咱煎袂卤，就是撇步啊。对，油温的时阵，掌握迄个温度介重要啊。是，红金红金吼，对。我像咱咧煎到有无？伊表面已经快已经酥啊。OK。我会咱大概咧弄个起锅。好。哎，弄个起锅起来。其实这起虾。嗯哼，加食我对咱身体嘛较好。对，伊本身伊个虾壳有无？是讲有种叫咱讲个叫做甲壳素。对，甲壳素。嘿，伊甲壳素个主要对虾啦、蟹嘛，哦，伊个壳要来提炼的。哎，水哦。所以咱加食我对咱身体是做帮助的。我那油那利用利用高。好。哇，你看，佮他们头一边看起来感觉佮无同款。味无同了，所以咱个当个加调味啊。好。好。这顶讲是食，伊其实吃起来就是当食，是讲食虾的原味啊，伊都无啥物咸正啊。对对对，一般咱要炒这咸素的物件，放油一点点啊就好。Okay. 这算用像咧半打炒的方式啊。好。我咱油来。哦，这蒜头跟辣椒味道真的好棒。对对对，我咱就炒，我咱从松小火来炒起先。哦。哦，咱像安尼，蒜头炒安尼金黄色有无？对，炒完全出味。对。哦、好香哦、喔！好，那西虾当软。西虾，我这群西虾新软哦、喔。对，软。那、嗯、呢，胡椒粉。胡椒粉。胡椒粉当软。好。胡椒粉较重的肉紧。好。哎，让较香。味道差开一点。对对对，看来。那呢汤。因为咱要配合着咱这个梅林辣酱油，我那汤当甲虾较重小寡，下个小寡甜甜，啊伊嘛一点点啊酸酸，一点点啊嘿。伊气味较好啊！伊辣酱油本来就有辣味吗？小寡，小寡哦，因为我带片的味道是蛮特殊的。再来盐哦，好，蛮盐。好。OK。哎，咱给它加这，我觉得超级。哇！甩锅好帅哦！算一个细啦，是哦，一个细，有无？一般你若要练吼，咱要练甩锅的话，你早晚咧练是用米啊。哦、白米有无？嘿，好，我等下练，我等下练。你练多久？我嘛无印象。哦，好吧，我是讲要挑战你的记录。好，来再来，那葱花当软。好，来再来，那再来葱花当，怎啊落料？来哈，那梅林辣酱。梅林辣酱油。好。我那个打不完。三。
你是蓝玫瑰啊，旁边就出来啊。嗯。再来，那米酒。米酒。袂你经验我见到啊。有。有，你看我那个是用起来辣酱油，喜欢辣酱油诶。味道就拍形容哎，有中药粉的味道哦。伊一个介特别，对，所以你说我吃着减瘦，明仔想要继续胖，这个邪嘿。神奇哦！哇哇哇！几个香味，里面有别个没辣酱油哦，对，有那米酒。颜色比较好看，是比较好看，袂像那擦擦暗暗的吼，很漂亮。西香就完成了，西香完成喽，看来就是重大任务啊！关键的吃看嘛，是就阿林西讲的，这样尔好食，有特殊的味哦，行。时间到，就定位了。对。嗯，减什么？啤酒。你讲的啊，今天比如餐餐跟瓜子打来。对，其实咱晚上吼，咱那不用出来，要小酌一下。对。咱买咱家己炒，家己做。好幸福哦。对，真薄别脆的对啊。啊，不过咱这是酥脆，而且内底肉够 Q 冻呢。对。而且伊味道是咱一般炒西虾味道完全无同款，我食这段第一次知道这种味道哎，赞。等你吃了。哎，再就忙歪呀！哦，那呢，炒西虾完成喽，而且口感是一级棒，是一炸麦加滚，就帮你形容了啊。就迄、那个，人光他讲迄个不能说的秘密，嗯、就是梅林大酱。哎，讲到这段，第一次吃，恁一定要买等下试看卖，炒炒看，完成炒西虾，谢谢咱阿林三喽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像云一样悠闲，宿便没了，便秘也没了，还干净了，人也漂亮了。八扁通丸，八明通啦！我是阿玲，是的，咱的阿玲西来自于倒位，我来自林园，林园正统外汇中破西，阿玲西，阿玲西你好，阿鲁你好，欢迎你过来喽，谢谢，今天跟大家下面看的好料理，今天要做这料理哦，做回来一定会吃到的，有记，对，对吧？对啊，咱若讲做回来一定想到有记的啊，哎呦，好难得呢吼，有当时啊，你有感觉无？妈妈生完了要吃有机煮好吃，不一定要吃，因为不好吃。对不？还蛮爱养料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阿兰就嘛关键请阿林西来讲讲，有机边啦煮料理，爱注意什么款的代志啊，什么款的食材。
今天要做的是双腰啊。像哪讲？一个叫鸡腰，啊，一个叫鸡腰。腰子，哎呦，都是非常营养好吃的腰子哦。啊，后来，嗯，给这个鸡腰，是鸡腰，腰子，腰子。丁公这是鸡嘛？对，这是猪嘛？对，好好。无共部位啊，哦好，嘿无共部位，腰子反正一个加一个滴就对吧？哦好来，哦再来，那一般咱买鸡肉的时候，其实很容易买到假的，对，啊边哪看？所以咱今甲观众每个人分享一下咱分辨的方法，是最基本的一个是，好，你像咱这可以看哦，对，你看到这血丝有无？啊有，哎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条一条血丝啦哈，血丝血筋这。这个是真的，啊！你有时买到的假是内底是灌浆的尔，啊，对对对，白白死死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再来，真正嘛是这个材，有无？是。伊这个材一定有灰。哦，有一个头会灰死的对。材嘿。人卖的这个假吧，灰死应该卖啊吧。无，所以无同价。好好。安尼，阿林先甲咱讲啊哦，变哪个鸡油鸡？这鸡油鸡嘛。鸡叫做鸡脯。鸡脯哈。鸡脯啦，嘿，要变哪判断是真的？还是假，就是看伊血丝哦，有没有这个纹路一条一条一条哦，跟他手的手指无安尼同款哈。好，再来。再来，咱的油脂。油脂。一般啦，去其实去菜市遐买吼，是。你会当麻烦你的地点帮你做一类的什么组织，是。粗的成体，是。本身你也接下有一个很，一个人诶，正像尿尿骚味嘿。臭臭啊，嘿。那个是因为组织处理无成体。一定讲一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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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是黑啦。你会当麻烦你地点遐讲你加帮你处理。给你处理掉。现在等下你啊。是。刀法较有些，对，组织还袂出完，迄个规个已经切了了。有啊，咱的摄影师一个甲你讲咧，我见智商甲讲吼，吼，因某咧做回来时阵吼，乱搞去买一袋回来，结果哪敲电话哪问因老母啊，结果出家拢无伊，都无甲一半。因为你地点有一寡较特殊的道具吼，你处加煞加较紧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较正确安尼。好。不是像这中破塞级的啦，所以叫人家咧处处较紧啦，哈。对对对。好，再来咱的穿刺。这较少看呢。对，这有些毛人做中药。中药哦，哎呦，啊这一般买对买啊。嘛是，其实较少，不过你也卖菜，拢有咧卖啊。哦，卖菜打卖都有哈。穿刺，好好，再来。我再来咱的麻油。麻油。然后米酒。米酒。然后姜片。姜。这算姜末。是。姜末，老姜末。对对对。好好。再来冰糖。冰糖。好，这就是咱准备的材料啊！即马赶紧来请阿林师开始做，互咱看哦吼。首先咱起锅，水舀滚。哦，水舀滚。好。我咱搞咱的。是。有记双腰。诶，我来帮恁先杀。是，好好，先落去水甲杀过吼。爱杀甲生吗？小甲杀就是个。哦好。杀个血水。哦好，互伊血水当然洗干净。好。哦，再来咱的有记的部分。是。那先刻一个小花，小花，我来切块鸡骨啊，那个有无？哦有。而且我感觉切小花，食起来口感都无同款。就是伊个作用个是，你杀的时候，你内底血水较晒出来。哦好。啊那咱切块呢，粗粗，嘿，哇。容易要切看吗？好。刚刚你马粉的，会煮着哦。嗯，家己若做回来，就人煮互咱食，搁咱煮红食，敢可怜？无怪分数通常拢泡啊八十分，结果总分是两百分。哦，再来小想咱的油脂，那么小贵少，贵少，好，一点贵少，好。哦，像咱杀鸡了，哇，都蛮漂亮的。这嘛，赶快甲杀椒会最杀干了。对对对，你免讲介绍。你若无杀的话，你绝对做落，伊的腥味上会重。哦好，臭很味啊，吼。我就刚爱看油气吼，流安尼很漂亮。正解，叫腰花。对对对对。我前一些我杀一个比赛。是。我来给咱起锅。好。哇。到这叫咱去做位。是。我再来咱的，开始来变咱的姜。好好。现在阿林师，你看这水是要？咱等下要撒川鳍要用的。哦哦，撒川鳍用，所以先该用个棍嘛。对。啊，咱再另外一个鼎来煸咱的姜母。好，麻油。有啊，你捌讲过用小火嘛？小火煸起来就袂苦啊，香味阁会出来。
姜片。是姜片。姜片要乱。好。哇，迄味拢出来啊，真香。其实咱今仔要做的，要南的这个川吃有无？是。其实你啊，比如讲有怀孕的人，要去吃这個。啥呐？伊会导，伊容易导致的流产，所以尽量卖去吃。伊、哦、这一算也排你算一寡。活血功能的地方，瓦灰、瓦灰啦，摆一寡那里垃圾灰啊啦吼，提供你当活络那里血液就对了。所以呢，是，比如我怀孕的妇女哦，卖起食这個。好，啊、这是较适合，比如讲咱已经生产了，是是，啊是讲打来的说，咱女性比如的说，这个就可以吃吼，盖章嘛盖布。过去有十年的时间，我都待在家里，不敢出门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生活就好像白开水一样，于是我常常拿着电话簿乱打，可是都没有人愿意理我，跟我聊天。我好害怕，如果以后都要坐轮椅，该怎么办？黄小弟，我一出生就无法走路，以前凡事都要麻烦别人，我想我能够了解你现在难过的心情，可不可以请你多说一些，让我们陪伴你度过这一段低潮的日子呢？广西文教基金会结合了一群残障朋友，成立了听你说心情支持专线，因为我们知道倾听内在声音，陪伴产生力量。喂，听你说专线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今仔只这烧鸡这是是高蛋白嘛？是，也当算一挂养颜美容。对对对，有啊，特别那板豆，有机会吃到，妈妈拢你讲啊，这家这家皮肤会水哦，因为它高蛋白。然后铁质也得富含铁质，也铁质嘛钙当，啊铁质个是宝贵嘛。哦，有学问哦。有学问哦。你也一般手脚冰冷的吃这嘛是样个拢。钙好啊，因为一定讲活络咱的血液啦。我再来咱，嗯，白切了吼。好。小块白切个。好。来，米酒。米酒。今仔你在煮的时候，你也其实也敢食米酒的，你其实用纯的米酒来煮嘛是拢会使。哦，好哦。嘿。啊，无一般嘞，照你讲应该用纯的吧，还是半酒？维持一半，一半水，一半酒安尼嘿。啊，咱今仔日要用诶，笋呢？对，嗯，笋。等下我试食完就困你啊，我滴酒不沾呢吼。再来，咱加一点点盐巴就好。盐巴好。你本身你也话要食较健康的是，连咸酱拢无下啊。是。不过有人你也无。酱吼，好。卖侪，咱一输了个。好。我再来一点点冰糖。冰糖。哦，安尼有快吼，咱就是甲米酒放落了后，放淡薄的盐，啊，搁有咱的冰糖，一点点就好了哦嘿。啊，如果本身你若食较正的人，会当完全拢免放。我再来甲咱这個。我们煮的时间就是个煮好熟，我滚一下。哦，好好。啊，伊本来底咱今仔这纯的米酒嘛，我叫煮一下，伊酒酒精来挥发。好。我再来再滚煮嘛，它要滚啊，那要撒咱的川崎。川崎。这川崎敢是咱一般去海山打啊店的川崎？对，就是那个嘛。擦麻油的。对。咱。刚刚大部分拢是出去靠咧食嘛，伊厝就叫咧煮川崎嘛。伊川崎这嘛算较介珍贵物件，一般你不容易取得啊。对哦，无怪。袂讲像咧吼各类菜啦，哎呀，各类菜、大白菜咧容易看会到。嗯，有啊，听讲吼，咱阿玲爸为着要买这行川崎，讲走不来所在嘛吼，伊头个走去中药店的川崎店嘛吼，川哎中药店买川崎嘛。一般你也无听过的人，其实嘛冇看过这种。我毋捌看过呢，我捌食过川崎，就是咱去海山打咧食的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毋捌看过青要煮的迄个川崎长怎样。
来算你走嘛，定分海参打。没有啦，讲安尼，人恁这关系较好，人请较济啊。我咱穿起少色的衫啊。穿起嘛就应用的嘛，而且也口感有点花，对，固的。这花像要先有种叫红中菜。哦，对，小花型，对，有像有像，你请人跟我加够味，哦，因为选的物件它够味嘛，吼。好，三好色哦，三个香味剂嘛，对，那个算包一个底，是，哎，你较别讲，你靠一个菜价。哦，免坑诶，还没煮着滴啊？免，那个包底吼，做一个菜底安尼。它川鸡本身有味道吗？本身无吼，咱就想咱这腩肉伊有一个味啊嘛，哎。来，我再来加了，煮香咱火个关掉嘛嘛。好。哦，川鸡新铺底。其实你一般啦，真正买无川鸡咯，嘛买两个川鸡来，你用芥蓝菜嘛是会使。芥蓝菜，啊，不过川鸡会比较对味啊。对，川鸡是。较应用啦。好，安尼可以吗？还是要用较水的？我较歪。好，再来两个蛋。好，你若要出去办桌，恁手无够，我会当去做助手啊。我是拢欠洗碗较济呢。心痛，甲我考虑一下，竟然讲欠啊，即夸零塞吼啊。哇，欸，很漂亮嘞哈，是，对，你看颜色相当好啊，黄色、咖啡色啊，白色啊，看了最后吃看嘞，而且那味道很香，很棒。以前啦，姑姑也吃一行，这个物件嘛是袂歹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加棒。我感觉不管什么物件，都卖过量，咱适量拢好。对。我们今天的麻油双腰，那能完成？麻油双腰完成了，吃起来到底如何？我相信一定是最好吃的吼！来，让观音前往试吃区 ，Go！去吃时间到，哇！这行是算作珍贵营养。而且可口，哎，你讲啦，还好什么名？麻油双腰，香腰，好幸福哦！一个腰肠加幸福，搁两个腰哈。这算盖补的食品。是是是，好，一定要吃这个。有机，搁来，这是鸡腰，人讲的鸡腰。伊讲鸡腰是较口语化，较好听啦。一般咱人较粗俗的，较通俗拢讲鸡胡辣嘛，对不？对对对。哦，好，啊，搁来是川菜一定要吃。好，其实川鸡加麻油混在一起，是也味道足适合的呀。因为伊无擂炒，啊，我即马食看伊比有加滴味无吼？嗯，有呢。哎，好特别哦。包底料的这麻油的香味，和加伊这香油两种油的味道也熟。哎哎呢，伊即当比有滴味呢？来，第一油。这样稍微切切，一个口感，啊嘛袂有你，你过撒回话，较袂迄个腥味，无腥味。没有，真正无臭这边。好，我记得啊，这个在挑战啦，因为这边做好食嘛，无简单啦。袂使伤过熟啊。嗯。一咬就开，全部都是蛋白质，好吃哦，而且就米啊，对，好像在吃蛋糕哦。这你也买得真的食来做好食，你买得假的食来做甜啊。而且袂畏罪呢，有诶食着会惊惊无？对对，你也煮无熟个安尼，你也不用煮无够熟个，食个就会呢软软安尼。所以嘛，是爱看技术就对啊啦。所以咱煮无拄啊好熟。好行啊！麻油双腰成功，谢谢阿林生。谢谢。